深渊中，部分灵力被剥夺，诚然痛苦。但于你也并非是坏事。你重新修炼的灵力和自己的融合度更佳，药灵上神之力也有望真正成为你自己的力量。啊，这么说，我还因祸得福了？张嘴。 这药丸是诸多药材结合了玄灵木的灵气炼制而成，对你的修为也是大有裨益。玄灵木的灵气，你做什么？玄灵木的灵气可以断了人的杂念。 那岂不是要让我断了对你对陆离的念头？不行，我就算死，也不能忘了陆离。不会吧？若是真的情到深处，即便是倾尽玄灵木之力，也化不去那一点相思。 可世俗之情固执无趣，陷得深了，只会徒惹麻烦。你才无趣呢！我身属三界，念见众生，清心涤虑，的确无趣。你可多结识脾性相投的有趣之人。 才不至于如此狭隘。洛哥上仙，陆离就是与我脾性相投的有趣之人。说好不让我沾你一片衣角，可为何让我抓了你？ 一整夜的衣袖呢，洛哥，谢谢你，你护了我。 一整夜，想多了，我只是从不欠人。